亲爱的同学们，看看现在苏老师在广州市市中心，这就是在江边的好处，很开阔。今天我跟着同事来到了广州东一湾这个茶楼，我同事在茶楼在20楼，很漂亮，可以看到珠江。这段时间下很大的雨，所以江水非常的浑浊，看到了吗？这是广州的茶点，皮蛋瘦肉粥，我们的菜上啦。这是哦，这个粉，这个粉，哇，我们点的太多了，我们可以5个人吃。肠粉、粥、凤爪、芋头粥。